速散开局半分钟不到，差点出二阶，你敢信？这张地图速散的啊啊啊！这边来观战一把国际服 S 7的速散之魂。地图耗血量和公园监管者带了挽留啊，没有带底牌跟张狂，只带了快彩。那这样子的话，很看他一个前期拿到了一个速度。开局的话，看到了桥上的一个求生者的位置了。哎，悄悄摸看到了，我的天啊，这拿到速度是真的快啊！一亮和公园这张地图真的要防一下速闪，真的。这张地图速闪的啊啊啊！你敢相信开局半分钟不到都快出二阶了，我的天啊，这是什么呀？这是要说求生者太白给，还是说监管者太厉害？我一般夜亮和公园这边都不修桥上电机的，都会先防一下速闪的。冒险家的话其实有防速闪之魂的，但是他往这个位置走，没有往板区那边走，导致附近没板子，然后被拿到，哎呦，还双倒了！天啊，这速溶局啊，我的天啊！啊，开局一分半不到，冒险家即将二过，野人还倒了，密码机还有五台。这把怎么赢？这把赢不了，好吧，别救了，直接卖了宝瓶吧。树上直接一个秀就直接丢出去了，好灵敏呀，我的天啊！好在及时上猪了，那稍微还可以苟延残喘一下。但是被吸魂下来了，我去，还是走不掉。啊，我的天啊，能救到吗？感觉来不及。啊，还浪费了一个钩子，这把怎么赢呀？我的天啊！开局一分钟不到就出二，即将出二阶哦，说错了，是半分钟不到即将出二阶。电机还有四台，这把走远了。闪现还在。闪现都哎，这边是有点离谱，好吧，是这样的，这刀气。点的话，猪还有六秒的 CD， 一个抽刀没抽到，但是被卡魔了，没有办法进板区，这有点尴尬了。求生者状态都不是特别好啊，下波得用到，得让病患去救人了。嗯，但是密码机不够呀，这把只能说是要慢性的死亡了，就看能不能多混点分少扣点吧，多说点分少扣点。哇，这个钩子很帅，没有被打断，还无伤救下来了，野的话可以急上猪，那稍微还能够喘息一下。但是这猪的话已经是第三次上了，所以说持续时间并不长，场上电机的话还有将近两台吧，两台半。比如这台是快开了的，砸进那台应该修了差不多一半了吧，那还剩下一台新的，差不多两台电机。但是野人的话已经二过上过飞了呀。两个人想运营起来的话挺难的，差一台半的电，差不多一台半的电机。杂技的话在补道具，有耳鸣能不能排到呢？没有一个摸箱子的声音，还在卡耳鸣。电机的话其实还好，还不差，
就差一台鬼屋那台电机，监管者是没有底牌的，所以杂技这边，哎呦，直接闪现开刀，这闪现憋了这么久终于用出来了。有两个板子，这位置不好拿刀。哇，有三层快踩，还不好说，飞轮躲了，好秀的杂技啊！呸，说错了，好秀的病患，我的天！哇、哦，如果快击追的是病患，那该多好，求生者评级至少是有了的。这边疯狂的在骗，这里还是拿到刀了，是有冲动吗？哇，一波冲动拿刀，这冲动还是有点用的。杂技看他们走地窖吧，直接过来了。这里有飞轮吗？飞轮没用出来。那恭喜监管者拿到一个四桌，